谢我们家老朋友，谢谢我们家莎莎的营地建设，你看看啊，莎莎就会给笑送大气和荧光棒，太大气了。1000000的小礼物过个人头了，谢谢我们用户511大哥的点赞，先给小妹过个人头啊，只要是付费的礼物都可以过人头。过耳朵的垃圾，同时我们今天明天这两天守护下校超的难，这么精彩的旗帜又笑得走了出来，哎呀这么好听的话只有我们用户8281061063大哥能说得出来呀。谢谢有缘福灵大哥大气，目前我们的超的难排在倒数第一位呀，啊，现在8个人晋级3个名额，嗯，太会说话了是吧？8个人晋级3个名额，我们截止到周日的晚上12点，超粉团咱们晋级一下，朋友们，守护一下校超粉团，下一个这个等级的话5个飞机，嗯，包括这个勇士团和这个福星任务都下降了。我知道这是办卡莎莎，哦，动的，哈哈，这个小渣渣。直播间还差最后6张办卡的超难基础任务，2个钻粉和666还差50个，我们过过666啊，大气还差88组啊，把超难任务过一过，我们这个星期还能多赚一个 VIP 卡，前3名多赚一个 VIP 卡的同时咱们还把超难往前进一个，以前那个超难我们经常还能过个3星，这个超难5个飞机的任务真不够咱直播间过的，你看咱来哥一来就2架3架的飞机。嗯，那5个飞机笑都没法跟大家讨个礼物了，笑的小财迷都没法跟大家要礼物了，你说太难了，憋得慌。迎风轻云淡，大哥。欢迎强哥，雪欢迎我们家老黄同志光临直播间，谢谢莎莎的白云卡，感谢我家莎莎的白云卡。欢迎波浪哥光临直播间，近期兵，多肉哥说的是啥意思，对方不是进了骑兵吗？进这个是吗？啥时候？啥时候进这个？谢我家莎莎。
车啊，被对方摆车吃我，我再飞个象。当然对方也可能塞炮，如果对面塞炮就补个射，他就不敢打了，打了我就进马蹄车呀。感谢咱们家山寨无害大哥的飞机。山寨无害是哪位神仙大哥呀？新大哥还是老朋友啊？感谢们山寨无害大哥的红鼻头式、冲天式、窜天猴式大飞机。祝我们山寨无害大哥心想事成、有求必应、万事意、好运连连。我看关注笑挺久了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。欢迎吃鱼吃肉。怎么这名字起得好，山寨无害啊，那山大王啊，是哪个山头的山大王啊？感恩感恩，谢谢。认识笑挺久了啊，不过最近看笑笑倒是时间比较短，是不是？将军，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？是。一毛钱的小礼物先过个人头，是不是还差25个人头啊？对方狙不敢乱动，动了要打；炮不敢乱打，打了要踢。啊、嗯，没有什么棋能走，马也不能上，这有车，这边的马还被我打着。嗯，这个棋全线控盘。新用户哥，欢迎我们家 iPhone 大哥闪亮登场。欢迎贾志杰大哥过来直播间。晚上好，我们家 iPhone 大哥来看我了，温暖的 iPhone 大哥。飞个象车怎么办？往这边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吃我的炮就揍，揍这个车；往这边闪就揍，揍这个马。谢谢我们家 iPhone 大哥的温暖卡。一年了啊，笑复播一年了，认识我们家 iPhone 大哥也有一年的时间了，非常感谢我们家 iPhone 大哥一年以来的支持。欢迎我才不是九妹光临直播间，你本来也不是。恭喜笑喜帖，新车去去。单爱的姑娘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相爱的姑娘。欢迎软饭男光临直播间，这名字起的。谢谢我家 iPhone 大哥的温暖不卡，感谢我们家 iPhone 大哥的支持。去。好了，对方车没了，包飞了，直播间还差24个人头啊！直播间还差24个人头，咱们先把人头过一过，欢迎家。
你不跟我换要丢吗？一个小渣渣。谢谭哥哥的大气，谭哥哥爱点歌吗？一首有风无风皆自由送给你，欢迎我们家业余二级大哥光临直播间。噔噔噔噔噔，对呀，49级了，还差多少50级呀？欢迎平安凡人光临直播间，谢谢天涯哥的666哦，哈哈，对方蒙圈了这期，哈哈。红方怕五三进五，黑方兵七。对的，山寨无害大哥，钻粉飞机是送不了的，怎么样才能送呢？给校友开个钻石粉丝就可以送了，山寨无害大哥，考虑一下。啊，钻粉飞机需要先开通钻粉，我们直播间马上40位钻粉了。今天笑的小愿望就是希望粉丝大人能给笑笑开个钻粉。再次感谢我家 FM 大哥温暖的办卡，1周年了，感谢1年来 FM 大哥的支持和认可。我就知道 FM 大哥今天会过来看我，冷心气了。没事儿，对视对象都不要了。让他吃，随便吃，啥气氛有对面少个车，跟他对车也行。啊，我们作为两个车对一个车，对方不跟我对吃炮，对了的话有车对无车，一车狮子寒。有风无风皆自由。去。去。去。对呀，专家叔叔真的好久没看到专家叔叔。欢迎广州阿翔光临直播间。钻粉办卡的，不能发，因为这个钻粉得需要先开通钻粉，成为笑家的钻石粉丝，之后有些那个礼物才能解锁啊，亲爱的。